你是那个红姑姑哦？什么像？我哪知影是像啊？他们家偷偷去恁，一定就是有问题啦。我是伫咧怀疑你的小秘书跟我的女朋友哦，因可能是失散真侪年的相识啊姊妹。我感觉伊个查理对你是真心的呢，你就直接坦白哦，甲伊讲你的身份啊。两个人原地结婚，那不是较好？小秘书，真个这么水，我上班的时阵完全无讲呢。丹娜。万一你若是上杂志的封面，我改做是你去上车的代志，你就不要扛啊！但是要打电话来啊，你给解决。我想要请你领咖啡，你是马上到的。我只要我先请你领咖啡，没有话代志，另眼再讲啊。你这个查某，竟然敢欺骗我的感情，你惨了，我绝对会好好给你处理。你莫听嘛，解决解决，你尊重我，有啥目的？我唔是咧尊重你啦。你当然唔是七六六。先做五楼出了电话出来，你搁过来，我叫警察。你若看到我的全名哦，你应该就想会起。洪万兴，你是不是认错人啊？这个名我捌看过。杨思义，你哪知我的名？我较早叫做洪高贵，洪高贵啊。你是那个洪高贵哦？什么像？我哪知影是像啊？他们家偷偷去恁，一定就是有问题啦。我是伫咧怀疑你的小秘书跟我的女朋友哦。因可能是失散真侪年的相识啊姊妹。我感觉伊个查理对你是真心的呢，你就直接坦白哦，甲伊讲你的身份啊。两个人原地结婚，那不是较好？小秘书，真个这么水，我上班的时阵完全无讲呢。丹娜，万一你若是上杂志的封面，我改做是你去上车的代志，你就不要扛啊。但是要打电话来啊，你给解决。我想要请你领咖啡，你是马上到的。我只要我先请你领咖啡，没有话代志，另眼再讲啊。你这个查某，竟然敢欺骗我的感情，你惨了，我绝对会好好给你处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